大家好，我是魏郎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高雄的桃园区。那在我旁边这个是嘉佑 ，A.K.A. 等高线小王子。谁取的名字、啊？蛋取的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溪是塔罗流溪。哦，那嘉佑这边发现一个非常厉害的瀑布哦。那这个瀑布呢，以前是有被记录过，但是没有拍照。那嘉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蛋，好，他们两个一起去探索出这个瀑布哦。那大概走多久啊？大概单程两个半小时吧，两个半小时啊。前面说一个半小时在走太阳路，对，太阳路很热。后面就是进到溪流就会比较舒服一点，会比较有溯溪的感觉。哦，那感谢嘉佑带我来，我们现在就往那个瀑布出发。还有我的好战友勋，耶，勋干行，勋干行。现在进入这个峡谷地形啊，左边这个就是一个峡谷地形，再往上走，大概20到30分钟就会到这个我们要去的这个又叫金刚瀑布，又叫塔罗湾溪瀑布啊，它是两个支流汇流下来的一个啊两处那个交叉瀑，非常美哈、啊。那就是这个嘉佑跟大他们两个发现的一个秘境景点了、啊，我们现在就往上去看，把这个。最美的这个金刚瀑布呢，塔罗湾溪瀑布呢，拍给大家看，走吧。
罗留西。那这边呢，附近有一个主教叫拉罗阿卓，他们有什么呢？一个非常特别的祭叫贝神祭哦。那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溪的上游，非常上游有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贝壳哎，贝壳硬化石，化石嘛啊。哦，所以代表说这边以前这个溪有出产这个贝壳，所以呢他们才会办这个贝神祭哦。哇，超酷的！我们今天走上了大概两个小时，往山上走。就代表这个区域以前都在海底下，所以它有这个贝壳。哇，太棒了！发现这个东西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往上，去找这个厉害的瀑布。我们要到了，你还在那攀岩，旁边就有路可以走了。我们没办法一次看到它的全貌哦。为什么？越近，越慢慢的。哦，酷哦！哇！可以，帅的哦！为他鼓掌，为嘉佑鼓掌！漂亮，超漂亮！对啊，哦，有哎！靠，超帅的！超漂亮！对啊。滑流梯，这是一个超长的滑水道。我现在试看看，我先用第一人称视角下去哦。哇！卡住！炸！炫！哇！很快！Go!
用倒着滑。我们滑走到哦。哇，这，哇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玩的非常的开心。哦，这边有这个，对吧？这边有这个两双啊，双道瀑布，大概30-40米左右，在后面这边。哦，那又有这个滑梯，溜滑梯哦，将近1.5米的这45度角的滑那个溜滑梯，非常的好玩。那因为现在下雨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回去一下。哇，这个瀑布呢，大家一定要来。哦，大概走1小时就会到，1.5小时快2小时左右就到这个瀑布啊。那我们不会相信这边是台湾，因为太难，超赞。那我们现在依依不舍跟这个塔罗留西瀑布说再见，新疆瀑布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非常小的一个小瀑布啊。大概也是快走了2小时左右吧，前面就是桥了。好，那再走一段呢，就会回到我们的停车的位置。好热啊！哇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塔罗流溪出来了。这个瀑布非常的漂亮，是双层这样直接垂降下来，大概30米左右哈。那前面有一个大概，我现在看长度蛮长的，大概比喻在一个1层楼的那种45度角的滑坡，嗯，滑水道，然后非常的好玩这样。那我们刚才一个人都玩了2-3次这样。那这个路程大概是7.45公里，那我们总共花了5个小时在这个溪做溯溪的活动。那这个地方是嘉佑他跟蛋一起发现的，然后旁边是巡长。那我们嘉佑今天带我们两个出来做这个。很漂亮的这个塔罗流溪很难念呢。哦，那这个嘉佑呢，他是刚才讲过了嘛？哦，嘉佑 AKA 等高线小王子哈，就到这边就好了。那他因为他是从那个就是看 Google 地啊很多地图啦，然后再做这个等高线的比较之后，才发现那个瀑布这样。那之后可能还有很多就会请教他，就是南区这边的瀑布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样。那你不问我怎么发现的吗？啊，你不问我怎么发现的吗？好，那你怎么发现的？做梦梦到的。呀，好啦，做梦梦到的啦。那我希望我每天都可以梦到瀑布。每天梦一个。对啊，好，那感谢他。那我们之后很常碰到他，大家也会在频道中很常看到他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秘境探险到这边结束哦，大家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我们下一个秘境见，拜拜。